那这个八跟有八九了啊，里面口裂掉了嘛，看见河沟啊，裂痕了，这个就会自然的插进去啊，拉不出的是吗？然后刚才用手拉，轻轻拉一下啊，出来了啊，里面口不好了，这个八要弯了，这个跟有八九了也是很危险，看一下啊，这种东西有新的是硬硬的，插进去就紧了哦，久了，这个自然跟有八也是有寿命，时间高就给它弯掉哦。